他要做最后一次化疗，那做不下去了，因为觉得哇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啊，做不下去，他说有三个条件。他其实中间有一度是想放弃治疗，因为最后一次他比死还难过嘛，所以他不想去了。后来我就安慰他，他要不然你答应我三个条件，我就去把最后这个化疗的疗程做完。1998年，第四个孩子路西派出生，吴宗宪36岁，是陈立修比都华第二年，也是他真正走红的时候。修比都华。最疯狂的时候，同时有7个节目。谈起儿女满是骄傲，但是四个孩子们的妈太太张薇薇，吴宗宪很少公开提。我认为我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老公，但是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比我更好的爸爸。那你为什么说你可能不会是个好老公？因为好老公要需要陪伴啊。对啊，好老公需要陪伴啊。我给家庭最大的陪伴就是孩子他的成长。如果你老公做7个综艺节目，你还想跟他吃一顿晚餐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谢谢大家。自认不是好老公，而一路来张薇薇拉拔四个孩子长大，始终无声低调，直到罹癌接受最后一次化疗，吴宗宪为了鼓励妻子开口承诺答应3个条件。因为他要做最后一次化疗，那做不下去了，因为觉得哇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对，但是他蛮伟大的，就是他没有埋怨过。他做不下去，他说有3个条件。他其实中间有一度是想放弃治疗，因为最后一次他比死还难过嘛，所以他不想去了。后来我就安慰他，他要不然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去把最后这个化疗的疗程做完。我说什么条件？他第一个，我希望你成为基督徒。第二个呢？然后我就说好 ，OK， 我答应你。那明天麻烦你还是真的去做化疗。他说哎，第二个呢？第三个呢？我说第一个是我不可能答应的，我都直接答应你了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我以前答应过你10000个愿望。哪差这2个？是这样。